谁能替谁决定我的下一步，凭直觉走，现在问清楚我的心意，勇敢这么久渴望什么，为了对的人行动，我的每一步快乐的走。 One last cry, one last cry, 不爱我的我不爱，没理由安大明星。今天很开心，十一月的最后一天，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大家期待的凯乐来到现场。这些装着不要下班的人，一起拍手吧！欢迎凯乐！耶！大家好，办公室的同仁们，你们好，不好意思打扰了。没有打扰，没有打扰。现在已经是晚上七点钟，而且他们特别定在这个时刻，然后希望今天就是加班可以有一些愉快的心情。谢谢建安哥，很开心又再度看到你，谢谢。是非常开心看到凯乐，然后今天凯乐是以一个宣传自己作品的心情来，非常的，我们都非常愉快。然后那个就是制作人啊，敲到这个通告之后就用尽心机。什么意思？就是办公室做了一下调查，说希望凯乐几点来，大家会比较开心。真的有做这个调查？有啊，然后刚好那我脱外套，我脱外套。人真的很好，那我再继续讲下去，到最后你会穿什么？我好紧张，不想让大家失望。哦，不要，他们不会失望。你今天就算把整个都包起来，他们还是依然开心。哇，谢谢。因为只要你进来的时候，这里就有一种那种冰雪奇缘的那种美丽梦幻的感觉。Lady Gold 的。有，但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没有人要下班啊，开电脑是浪费公司的电。他们很认真在工作。有，他们其实桌面上都在开安大明星的网页。哇。谢谢你。你看那边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有没有那个？真的有哎，好，我没骗你啊，是，他们现在蓝条纹的那个。啊，对，谢谢你。你看，你看，他马上在你打招呼之后都知道你在 cue 他，真的好厉害哦。哎，对，就是你知道，这里的人希望每个人都得到你的点名。你明白？请问那个帽子哥怎么称呼？穿灰色帽 T， 然后戴黑色帽子。就他，你看，还要装腼腆的这样故意。怎么称呼你啊？啊，怎么？哦，你看他连本名都告诉你，他叫福生。福生，Hello， 你好。他差点我以为说他要我们叫他福山雅治，我心想说那就想太多。他本名福生。那他叫福生，对。福生有粉丝团吗？需要加你粉丝团吗？我听到你好，但是他，你帮他开一个，你要帮他按赞呢？要。哎，他要当你小编。他好嗨哦！你看明明就这是假的，他还是笑得这么开心。真的吗？这就是你特别的能量，大家就是期待你。谢谢。然后凯乐永远带给大家非常开心的感觉，不管唱什么歌，哪怕像刚刚我们片头进来那个比较抒情的歌。对 ，One Last Cry。对啊，但大家听了就还是开心。真的假的？啊，那么美。谢谢，因为其实那一首歌啊，怎样？虽然它的名字里有哭，但是它是最后一次哭。其实大家细细品尝里面的歌词，它是一个充满正能量。他们没有空去品尝歌词，他们光看你的 MV 就看你人就好了。你不要逼他们，不行。哦，真的吗？去看，来台积，去看。刚才60秒，所以完整版已经可以在平台上都看到了。完整版，因为最近好像有在电视上有打歌，对。如果你们可以注意一下那里面的歌词，不爱我的我不爱，不要再傻乎乎的执着。哦，真的。对，就是很多人都会为了一段不对的感情，或者明明遇到不对的人，可是他会想要去改变对方，但是那明明就是不适合你的，不要再浪费时间，不要。哦，真的吗？你现在在告诉谁？你突然直播上面的人、啊。哦，直播上面的人，不要。对。对，没有啦，有没有对不对，是不是好不好，都嘛是这个。要自己去感受啦。对啊，而且就进行了一段过程，说不定真的能改变啦、啊。其实人还是要有一些信心。你是相信人会改变的吗？在感情上？那种改变可以是一种愿意的作为的话，是有可能的。对啦，但是你说的有道理，可是如在一段感情里，我觉得你不要期许对方为你改变，这样的心态比较好。应该是说那种改变就是互相之间的配合，对，互相为对方想要。他为你改变的时候，你就会为他改变了。哦，所以大家是因为你处女座，你比较好相处。啊，你也是啊，所以是怎样？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好相处的星座，然后我们期待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一种改变是成长，所以为什么不能改？
对啦，对不对？那是因为你成熟啊。我们也未必要成熟，但要装成熟。但是这件事情就是刚刚凯乐特别讲说哦，所以那个歌里面，算是那个这一次我们听到三支歌当中比较抒情的一个作品，对不对？算主打歌里面比较接近慢歌的。真的，真的，我手边有一张那个，对，我的新专辑《黑蝴蝶》，快点，你把它摸一下。这张很重要哎，这张是你送来要参加三立新闻网交换圣诞交换礼物的。希望那个有人可以抽中我的新专辑。那我们为了让他们就是期待这个专辑，那你不然你把它清一个好了。反正你自己的东西啊，对啊，就是随便印个存印嘛。啊，真的加码了，加码。然后刚刚我有跟凯乐说，就是今天刚好有在看节目，就是如果真的就是我们的交换礼物的活动，其实是那个网络上的新闻网的粉丝朋友非常喜欢的，所以。凯乐刚刚答应说会加码送那个拍立得佛这个礼物的，对对，再加送拍立得。然后但是上面那等一下干脆再帮他写祝你新年快乐好了。好啊，那不然比天天快乐哦，天天呢，你人真的很好哎，不止新年，每一天都要快乐，要要要，而且就是不知道就是到不知道哪一年都会继续的快乐。对，我们为了要证明所言不假，那还需要什么祝福？你想要给我们什么，我们都接受。比方说变帅、变美、变可爱啊！天天快乐！真的哎，那就直接写，把它写满一整本好了。我们今天就把它写满之后，然后就大概节目就差不多了。然后就一直埋头，一直写，埋头苦写，埋头苦写，真的很愉快耶！天天快乐，那祝他们没有烦恼，心愿都实现哦！真的，分秒都幸福。好哇，天哪，真的写好多、哦，这超棒的吧？我们的交换礼物第一次在现场，请大家那个继续的这个加码。这个加码真的是特别的，这是凯乐及时送给大家的祝福，而且是你看到亲笔写上去的，对不对？幸福满满哦，幸福满满呢。下了 ，take 一下来，证明一下凯乐写好。这是给你拍吗？还是给你拍？然后两个都没有要拍啊，好，没关系。有啦有，有要拍吗？好好，那我们自己拍，我们自己开就好。希望那个抽到的人会开心，然后心愿都实现。光看你写的字就开心哎，谢谢。真的啊，那些线条啊，带给大家很多就是愉快的氛围。凯乐是一个，我是你说，不要你先说，你说啦，不要啦，我都好像插话了，然后你先说，没事，快你说，你来是来宾，对。因为我看到一开始我就看到建安哥他穿了蝴蝶的衬衫，我就觉得天哪，这个主持人也太用心了吧。还没有人拍我，而且都这样赞美我了，你们还是干嘛？没有一个人。你们看，蝴蝶纷飞，这个衬衫很难买耶。真的，我跟你讲，我真的在家里万中选一，我就说凯乐要来了，然后我说啊，穿上这个蝴蝶，然后我心想，不会来，这个名字对你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你没有遇见我之前，这件衬衫是什么时候会登场？这件衬衫会在我们大概是首映会啊主持的时候很重要的。这么正式？是真的，因为然后我心想穿。哦，上次在那个极品男友的首映会的时候，也是在就穿了，因为是极品，所以我穿了。他会讲话。对啊，蝴蝶是一种极品的昆虫。对。然后它代表幸福跟美丽的氛围。嗯。当然，而且它有五颜六色的那种变化。对。它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美妙的姿态。没错，而且它是经过蜕变而来的。是，然后它就代表着一种成长过程里面都会有一些煎熬之后，但最后都会是最棒的。你真的好会说话，所以你就是很多种蝴蝶集于一身的最大只的蝴蝶。谢谢。然后，所以蝴蝶不能再只是蝴蝶，它就变得有带给大家快乐的凯乐，就是这样。希望每一次出现都有带给大家正能量。真的耶，处女座人都很爱讲正能量。真的真的。是不是我本身很爱这样讲？对的，还要告诉人家我有正气。正气，正气凛然。哎，没有到凛然，凛然太严肃，这样好像感觉上好像就是还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些什么那个教宗教小的事，但也没那么严那个对。但看到凯乐就是，凯乐就有一种处女座的很莫名其妙的能聊这样子。是。因为其实以前呢，对，没什么朋友。怎么可能？没有啦，我的意思说，因为我以前住在山上，所以我小时候我的朋友都很少来家里找我，就太远了，都太远了，你又没有提供交通工具，所以我就小时候自己的时间很少说话，所以我其实真正开始说话是我。就是开始跑，对，开始跑通告，才会开始多多用交流语言跟大家交流。不会啊，你的话里面都带有一种就是真的很清纯的可爱，而且是天生的有礼貌。哈，
谢谢啦。对啊，那种礼貌就是不会让人家觉得是假的哦，但就是亲疏有别还是有一点点这样的概念。哦，真的会啊，那越熟就会知道说哦，凯乐礼貌越周到，嗯，那感觉是舒服的。这里接触过你的每个人都这么说。真的假的啦？那个制作人就是啦，他超喜欢的。谢谢他那天跟我们讲说，之前我们有一个那个口头之约，然后他就说凯乐超重视的，他还跟我讲说啊，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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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原来都是另外那个人的问题。不是不是啦，你还要帮他圆场？不是，因为真的很忙啊，没事。因为上一次有答应建安哥说得了金钟以后要再来安安大明星，对对对，我们要一起来这样子。但是因为 Kid 太忙了，他也非常想来，但是他最近一直疯狂出外景。有啊，而且他要去主持那个台北跨 年，对。然后那天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一直讲一直讲，然后我就都骂你啦，不不不，跟他说。就我们两个都有惦记在心上。我知道，我知道，因为那个这件事情就是天地可证，因为他每天都在敲通告。天地可证。真的啊，他从那个金钟之后就一直跟我讲，他说随时就有一天，他就问我说那时间呢？我说他们可以的那一天，就算我半夜十一点我们都来。天哪！因为这是一种承诺的，就是真的要信守承诺。有，那是很难得。然后我就觉得说，谢谢哇，你都这么大。这么大咖的，然后还愿意记得这么一点点心上的事情。你不要这样一直这样称赞我这样一个，哎呀，没关系啦，哎呀，处女座人真是很爱在那 gay 来，真是的。没有，但我们是真心的，就是我们会有尴尬病，就讲到真心的时候。我们很怕尴尬，真的。啊，不会啦，不然我们现在听歌好了。好。对啊，你想要先听哪一首？那不然就听我的主打歌《巧克力》可以吗？每首对啊，我们心里都是主打，你要先听哪一首？可以说。你把你账号给我，等下直接转钱给你。没有，我等下直接印给你，好，我等下赖你，他现在转给我。好，那你也不用啊，不然我们就看导播想听哪一首好了。好啊，导播有自己的心情，然后我们背了两首凯乐，就是这张作品里面之前完整的 MV。对。啊，导播是一个、那個、可以看完整的，这么大方。我们都看完整啊！天哪，那就看完整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导播超厉害的，他准备开双框，所以你等一下看完整的时候，看 MV 的时候不可以挖鼻孔。也有我的画面。一定会有啊，我们一定要帮你摆在上头，因为当然就看你要几度角先把它摆好，因为那个你知道，好，哦，就这样吗？这个 pose 你要维持好，hold 好。好像太累。导播放长的那一首。太累。好，那导播就，我们让导播自己来。好，因为导播也是很辛苦。所以导播在哪？导播在那个房间，冲冲冲的隔壁那一间。是啊。对呀，啊，嗨，导播好，导播辛苦了。啊，导播，你知道透过镜头他才会感受到。嗨，导播。对，导播他刚刚其实在看向你的房间。导播是一个女生。哦，是啊。对啊。嗨，导播辛苦了。对对对，他希望他可以像你一样漂亮。会，谢谢。不要这样子，没关系啦，他也不在气。没关系啦，他也还好了。那就 OK 啦，他放歌了。好，你看看我们真的是双框。对啊，而且他我们声音没有收掉的意思。好高级哦。所以你可以一边跟我们解释一下你的 MV 的想法。这次的 MV 特别找了那个 Star Chain 当我的制作人。这首歌啊，这首歌，然后歌词是小崔老师写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不论是曲还是词都非常非常的棒。然后 MV 除了在台北拍之外，有特地去东京的，东京对涩谷一家非常可爱的咖啡店，叫做卡哇伊 Monster 咖啡。哦，是你特别是去那个选好了才出发的，还是在当地透过人家介绍？哦，没有，这是你梦幻想去的地方吗？就是，超级无敌想去，因为安室奈美惠还有 Ariana 就天后都有去那边。哦，我想说，如果有一天可以到那边，该有多好！可以啊，你是天后，所以一定要去。我不是，你是啦，不然你问罗志祥，问我老板。对，当然啦，他怎么敢说不是？对啊。然后就特别到那边去取景，然后因为这次是专辑概念是黑蝴蝶，所以特别找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主视觉，然后就可以有看出那个反差，还有我们想要的概念，我觉得很酷。这些舞步现在就是有些人想要模仿，但跳起来永远没有你那么窈窕。不会啦，我觉得这个副歌导播有试跳，真的，但是假的。我想说，好想看导播跳。好，真的，导播等一下可能真的会出来跳，我们不要再逼他了。好期待哦。好啊，那我们先听一下歌。好。巧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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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
走向天堂，要让你朝思暮想。I'm a choco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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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colate boy. Choco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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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colate boy. Choco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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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colate boy. 滚烫的爱情，再能把我融化。性感，谢谢 ，sexy。然后最后还印了一个那个，哦，你看你看，很丁金哎，最后还有出现这么多那个名单哎，执行长罗志祥，执行长 CEO， 对啊，修罗，然后他在那个你的那个发布会上把那冰都敲破了，啊，你有看？有啊，然后你就啊，你都把我敲破了，他每次都迅雷不及掩耳。然后呢，你有跟他说过什么吗？反正他是老板，你也不敢这样，也不能这样说。就是因为他每次敲完，一方面觉得太惊吓，一方面觉得防不胜防之外，又觉得很好笑。哦，真的。对。啊，他会有时候，那不然再补一个给你敲。哎，从来没有。反正他就觉得，没关系啦，都谁敲都嘛一样啊。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给他塑胶锤子的这个梗，完全没有让他本人知道哦。然后也没有小双，就是我们的经纪人也，全公司全唱片公司都没有人知道他会自备一支认真的铁锤，所以他拿出来的时候，全场的人都吓歪。对。他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啊，对，他都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哎，一定的啊，拜托，他今天这般地位也不是随便来的，他也是一个很努力到了一个这样的状态，对，然后成为你的老板，然后应该让你觉得很有安全感吧？当然，因为他除了是老板之外，也有艺人的身份，所以他会知道艺人们的顾虑，或者是要怎么样做会对我更加分。明白，明白，因为他是应该是想说，某种状态上大家惺惺相惜，觉得你是一个值得保护的人吧。或是他愿意用这样的方式跟你一起合作啊，也许你们合作的关系都过于那种主顾之间，或是老板和员工的感觉，就非常非常的感谢。那这次的唱片他给你有什么样特别的意见吗？还是就这次的都随便你，反正你要干嘛都可以，任性。没有到随便我，但是已经比上一张好，就是愿意听。上一张他做了什么事？没有，上一张就是全都是他的，对，都由他来操刀，由他来决定任何事情。可是这一张他有愿意放手来听听我的意见。哪个部分？譬如说，选歌词的时候，对对，或者是那个专辑主视觉的这样风格，他们会先看看我说我自己喜不喜欢。那这次是一个算是一个黑纱礼服的概念，对，一开始的。想要给大家更成长，然后比较有气势，所以就选择了这个衣服。而且这个就是色彩的配置啊，然后把你整个人衬托的，就是完全的就是一个主角。哇，谢谢。对啊，就是因为以前虽然有穿这种蓬裙，可是都是短的、可爱的姐姐的那种，对，所以第一次尝试这种长礼服，然后长礼服，对，大家就觉得说，蛮好的。最长的礼服就是新娘礼服了，你有想过穿这个衣服吗？希望有一天可以穿上。你不要这样讲，那很多人会来拜托你穿，所以就是放好心情，就是准备好了就会想穿。好，对，我现在就准备好了。真的吗？天哪，我们问出一个什么天大的秘密啊？没有，因为这么想嫁。蛮想的啊。啊，真的？为什么？当然不是现在啦，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是一种心情。女生到了某个年纪，是特别想被照顾，还是说想要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从小就梦想有一天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小孩啊！啊，真的，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当然是，当然是，而且你之前的工作接触了这么多可爱的小朋友，然后慢慢的你一直是一个很可爱又温暖的人。谢谢。我觉得那个温暖的感觉在你身上真的是有一种几乎到淋漓尽致了。谢谢啦。不知道，跟你讲话永远都不会想，就是一定不会觉得生气或不舒服。真假的啦。对对对，就你会帮大家把那个负面的情绪到你这里就停掉。哎，可是我觉得这样的人好像承受很多。你是不是我爸？你把面具撕掉。女儿啊。你一直说我好话，我真的好害羞哦。有什么好害羞的？你就是这样的人啊。谢谢啦。而且我觉得身为一个公众人物，愿意这个样子很难得。哎，这也是不止高 EQ 了，你的高 EQ 之外，还有很棒的，就是快乐的感染能量。谢谢。因为有一种 EQ 就只是不怎么样而已。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情绪会传染，会啊，所以对，所以我不想要带给大家譬如说负面或者是负能量也好，或者是不开心生气，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生气我自己不开心有我自己的原因，可是为什么我要让我周遭的人也因为我的
私人的原因而也跟着不开心。可是有些时候有些情绪就真的是过不去，所以我刚刚还偷偷跟凯乐在那边聊天，我说啊，你该不会是真的有一天真的不开心都躲在家里哭的那种人？对啊，这样也是蛮辛苦的。不会啦。不会啦，因为是你的选择。对啊，而且长大了是可以自己消化自己的情绪的。我也相信你可以耶，而且你就好像就是，就像你刚刚在讲，我们在讲蝴蝶在蜕变那种感觉。嗯，对啊，那种东西过来会让你更漂亮，这样子会让你整个人就是发光。谢谢。就一步一步的成长，除了外表之外，我觉得心理成长也很重要。可是成得了这样事情的人也不一定很多。我说可以承受这种情绪，对啊，一方面你要愿意啊，然后你还能够自己去消化它，我真的觉得你好厉害哦。没有没有没有，有啊，你那么就是也，就是也是还很年轻，嗯，然后出道出道当然是已经一段时间，对，老艺人，老艺人了呀，真的是啊，怎么会这样？对啊，这现在老艺人怎么都这么漂亮，很有势啊。因为觉得时间过好快，怎么咻咻咻就出道十几年了？对啊，怎么会这样？对啊。就觉得时间飞逝，可是每一年你都有一些留下来让你自己回想的时候，都有成绩哎，这很难得。很开心的是，每一次的转变都除了对自己负责之外，然后粉丝们也都还接受。他们应该不只是接受啦，他们已经到热爱的程度。哇，应该谢谢我的粉丝。对啊，而且这一次很特别，凯乐拿着这个专辑，谢谢。因为刚刚那个摄影师从下面攀上来，你真的贴心的，你根本不用等他自己会去攀，对，我就然后自己还慢慢自己升降，对啊，这是很重要。凯乐即将因为带着这张专辑，凡是购买他专辑的所有粉丝都有可能拿，对，你看人这么好，开演唱会不用买门票，买专辑就好，不用，人真的很好哎，不用再花钱才能进来我的演唱会，只要有黑蝴蝶专辑，然后而且一张专辑可以三个人，一张专辑可以带三个人进场，三人行的概念，所以你们只要有这张专辑，12月10号就可以来我的演唱会。我真的觉得你真的很用心哎，连宣传，连那个就是要演唱会都还宣传新歌才能行，真的还不错。一张专辑可以带三个人，所以当天是怎样用排队咯，不然怎么办？排队抽号码牌，排队再抽号码牌。对，哦对啦，那这就是个规则，那还是有人抽不到的。希望那天有人，然后希望那天有人，你不要这样说，我很担心抽不到人，你要怎么？怎么安抚他们？哎，电梯刷把子蛮大的哎。你不要这样说，你的粉丝也很多啊。好啦，谢谢你。不要这样客气的啦。等下爆场怎么办？你有先想过吗？你有备案吗？没有。反正让罗志祥去伤脑筋，干你什么事？是这样意思吗？没有了，没有。当然爆场会很开心，但是希望有来现场的粉丝都可以看到我表演。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就透过安安大明星亲自从凯乐口中，再讲一下那个演唱会的时间跟地点，然后大概一些就是。游戏的规则，然后讲完之后还是要到凯乐的专业去看清楚，对吧？但凯乐是很有诚意的，就今天透过安大明星，我们非常想要让他把这个这么重要人生在2017年很重要的一场活动说出来，来说。好，就是12月10号在 ATT Showbox 太紧张了 ，ATT Showbox 晚上6点，晚上六点，凭一张专辑可以三个人入场。啊，他就是，那我是我拿这张专辑我去当代表抽签就好，是这个意思吗？还是怎么样？嗯，这是个好问题。是，是不是？我就跟你讲，我代表粉丝提出发问，这问题好深哦。不深啊，就是到底要怎么个排法，然后所以对，当天一定会有人就是，哎呀、啊，好，我等一下在粉丝团回答你们。对啊，然后还有什么问题？你的问题都好专业，真的啊。然后就是他们三个人如果带了三张专辑，所以他们抽到的话，就他们可以带九个朋友。哎、欸，是不是？对啊，然后一人只能带一张吗？欸、是不是？你逻辑好清楚、啊。当然，一个都带十张，我抽到就是对啊，你有规定吗？好。就比方说我们三个去啊，那我就是签运好啊，因为上次我们办了一个那个见面会，真的就有一个粉丝，他在这个平台跟这个平台都中奖，真的真的好厉害、哦。然后他就来问说那怎么办？然后那一天因为他是个案，然后特别，因为那是我们的一个戏剧的见面会，后来我们也很大方，他说那你想把他让给谁？或是你可以用这个名额让带你的朋友进来？所以我就想说，因为难免啊，就是你是大方的、那你是希望有更多人可以来，可是粉丝的心情上还是想说我要独占凯乐，然后我要干嘛干嘛干嘛、所以他们还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方式，爱你的人巧思多的嘞，了解，所以你要用心，对对对，那当天几点开始排队，然后什么时候怎么样啊，那个都是他们应该很关心的事情。好，这些问题，请上凯乐粉丝专业。我的经纪人都现在已经在收集答案了，他等一下会po在粉丝团。他已经收集了，没有？应该有很多人私讯他了，他应该就是也很辛苦，每天在那边帮你过滤很多信息。对，真的，因为最近
非常非常多的宣传和通告，这辛苦了，对吧？你看，你看，你看，在这个地方，他这样得到你的感谢，他应该个人也相当的开心。有吗？有吗？有啦，你可以啊，他应该那边小爱心，你们真的是大家相亲相爱好好。感觉上来说，你这次为了那个你的演唱会，有做了什么特别的准备吗？在当天的表演上，有不同于 MV 里面的，或是有什么特别的演出，可以小小透露一下吗？就是所有我的歌，我全部都会唱之外，还会再准备一些特别的桥段，是只有演唱会那天才看得到的。对，然后因为特别的桥段指的是舞蹈，还是指的是魔术，还是魔术？魔术不是你老板的强项之一吗？魔术我们鱼百过年节目很常表演，对，啊，所以可能会在上打躲避球吧？躲避球，好，也是一件很好玩笑的。不会啊，那有要 Kid 一起去打躲避球吗？他有被你邀请吗？我还没有开始邀请艺人朋友，会太晚吗？因为12月10日好像就下礼拜天了，啊，我没想到来的那么快，因为现在每天都在练歌练舞。群组，然后叫他们回你谁要来好了啦。啊，好方便呢。真的呀。好。然后到时候结果他们就占掉100个名额。不会不会不会。哎，可是那个地方没有办法让另辟什么 VIP 区啊，它不就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哦，好像一楼都是全部留给粉丝朋友，然后我的亲朋好友有另外一区，不会占粉丝的位置。二楼。我大概知道那个位置。对。啊，好酷哦！当天整个信义区都是蝴蝶粉。希望。凯乐粉，凯乐粉，现在希望。哎，他们，好了，他们就算穿蝴蝶装来，也不一定抽得到签。希望大家都可以进得来。但那天一定心情要快乐才会抽到签，对，因为他叫凯乐，所以你必须快乐。而且凯乐当初会改这个名字，是因为查了一下，我发现凯和乐这两个国字都是快乐的意思，真的，对，所以我就好喜欢这个名字哦。我就说嘛，一个人取一个名字都是有他的原因的，然后你就是用你的名字的给你的那些能量跟祝福。对，你是本人在这个啊，因为他是中文系的，就是，很有感触，是不是？有超有感触的。我心想说，哇，这个名字真的在你身上好适合哦。啊，谢谢。然后你好认真的在执行这两个字带给你的那个使命，就是快乐冠军呀。然后坐下来，突然站起来，导播拍不到。没事没关系，导播在里面，导播永远 take 不到。然后想到，哎，摄影在冲下回，他大概是这种心情。而且你们的还有轨道，哎，好专业哦。有，他今天为了你特别搭，他本来想要搭一个 S 型的。真的吗？别人来没有吗？没有没有，但是他太胖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在里面滚动，所以他只能左右。不会啦，你不要再骗他了。你很瘦，我还好。啊，他现在不拍我，你看他生气了，他就整个 take 你而已。生气气。对啊，生气气。谢谢你给我特写，好感人。对，谢谢你永远都不要拍我，没关系，你就不要来上班。好啦，刚刚特别提到说一张专辑《三人行》，《三人行》也是这一次的很重要的一首歌。对，另外一首特别的累，你把那个最红的人叫来跟你一起唱歌，真的非常开心。反正一个不用花钱，一定得来。对，可以跟老板合作，真的，因为他是很多艺人想要合作的对象。对，但他是你老板，所以他就是专属于你。没有没有没有到专属，但是可以跟老板还有跟谷谷一起合作，我觉得这个机会我真的非常珍惜，然后很感谢他们。他在想说，哎，凯乐刚那个那一支舞的里面最后用到椅子跳舞，之前你老板也有，所以那是他椅子，他留下来的，不同张，不同一张，跟他致敬的感觉。是哦。对，因为他的椅子舞非常非常经典，所以想要除了跟他致敬之外，也在开创出另外一个比较属于女人味、比较不一样风格的。认真说，你在里面就是有各种风情，然后有成熟的，也有一些典雅的，当然也有可爱的。但是回头再想那些东西，就是都会变成是你给我们的一些氛围，不会特别去好像只停留在哪个印象里面。哦，真的，这真的是你很不知道，这是我在看的时候我个人的想法。那我应该代表某一群人。那你比较喜欢里面哪一个风格打扮的我？我喜欢你坐在蛋糕上面那个蛋糕啊，真的，我觉得那个很厉害，欸，我也很喜欢那个，因为蛋糕怎么可能可以坐上去呢？人生只有在这种时候才有这种画面。没错，而且那个造价不菲，它那个类似蛋糕上面的一颗樱桃就要6万块台币。我是不是也是很有眼光？真的，会挑最贵的用。光上面的一小颗樱桃哦，我说天哪，那一整个也太贵了吧？对啊，他，你问摄影师，他大概想当那张椅子啦。你说我坐在他身上，然后他旋转，对，他旋转，然后在那边。妈的，他应该很开心。那张椅子多少钱？整个我没有问，因为我怕问了太贵，我就会想要带回家，可我家根本摆不下。哦，是，对，不然那个椅子，好了，我那个草莓6万，他椅子，哎，是吗？樱桃，樱桃，好，樱桃6万，对，樱桃六万，那个好了，他只想当椅子。
但我们没有要给他这个机会，不好意思啦，不好意思，因为后来那拍完那个樱桃就丢掉了啊，真的，真的，啊、直接丢掉，对，不会啦，但那 MV 里面很可爱，永远都会被大家一直在那边、一直播放，一直播放，一直播放。我们又要开双框了耶，因为我们要看 MV。耶，你们真的人很好哎，一定要让、啊、我们一边看一边说，因为那个画面很美。然后凯乐其实只是在那边轻轻的摆动，然后会带给人家在这首歌里面很多快乐的氛围。三人行，没错、一起来听开双框。你看导播就很忙，开双框我们还有声音的，来。这在哪里啊？特别去东京拍、然后去了很多地方，有到原宿、涩谷，还有台场。我觉得是一个很棒、很开心的工作经验。然后你就一直散步，一直散步，一直散步，一直散步就开场了。房间有很乱吗？不会吧？超乱。这歌词自己就还蛮满意的。好，怎么那么了解我？好了解我。所以睡不着会打给罗志祥吗？不会哦，好，那个名字是他啦。所以你们三个都到那里去吗？就享受暧昧的滋味。答应谁等于背叛了谁？这是一个机器人餐厅，机器人餐厅很酷，所以它里面的一切都是比较非现实的感觉。那真的可以吃饭吗？可以。啊，你有在那里点餐吗？哦，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就是时间非常赶，所以就拍一拍就要去，就是相接一下场地，然后对，然后有一些。很酷哦，对，这在哪里啊？餐厅在东京吗？对，也是东京。这应该都是你出发之前，就先找好的。还有什么你找好的地方后来没有去吗？看我想问你，那个路人穿着那个帽 T 在闪。哎，是我老板。哦，对，我就说吧，那个人应该是罗志祥。你鹰眼哎，真的哈？对，真的。是故意塞的，不是刚好、就是。他自己临时加戏的。哦，我就心想说。啊，这个就真的是路人，真的，好，很明显吧？明显明显，刚刚那个路人太有型，而且整个背影就是罗志祥。没错。啊，这是那个餐厅，哎，老板来了。对，这也是机器人餐厅的走廊楼梯。哦，台产。拍的时刻差不多接近夕阳，所以那边非常美。有，我刚刚就是想说这个景真的很棒。对啊，日落的时候拍作品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个好风景，好像做一趟小旅行这样。对。嗯，三人行哎、就是美丽的女生只要在那边嘟嘟嘟嘟哒哒哒哒哒。这首歌很洗，就这刚好那一段很洗脑、我好多粉丝都会说有啊嘟嘟嘟嘟哒哒哒，对啊对啊，就很可爱哒哒哒，然后就很好学，然后就感觉又很好唱。你现在在网那个三立新闻网上面，现在在那，你有看到那有一个数字吗？有，
10,294。这是什么？这是现在在三立新闻网上面的，进在这个网站上面的人。哦。所以他们一进来就看到我们在直播，哦、所以等于就有这么多人都惊叹、哦，真的啊。然后虽然安大明星有一个就是粉丝专业在那个 Facebook 那边，但是我们其实怎样，你这样在10380，就是一直在哇这么多，你就知道大家都没有下班，然后连他们在网络上应该就是手机啊怎么这样连进来的，现在都会看到我们。对对对，然后我们专业上有另外一个专业，好开心哦，是是是，就是今天至少有这么多人知道说凯乐来宣传那个新专辑，还知道你那个演唱会的讯息，12月10号，现在去买都还来得及。对，晚上6点在 ATT Showbox 凭专辑就可以入。但是抽签，抽签，对啊，抽号码牌、啊，进场的顺序，抽号码牌，对啊、嗯。但是一个号码抽完，其实1号到2号的时候就已经过了3个人。等一下，那个我的经纪人会帮我确定，我不太肯定。哦，好，你不要回答，对，就是反正所有的问题欢迎大家自己去留言，然后粉丝团会公布，会啊，就是会做最后的公告、啊。对对对，但就是一个诚意啦。那你为了这个演唱会有做特别的舞蹈的练习吗？有舞蹈，还有唱歌课。就算那个最近宣传拍的超满，还是硬塞进去、嗯，硬塞进去。有，我每天看着你的 Instagram 上面，然后就是开心的记录自己的工作过程啊，对，真的一个人这么乐意的把时间做这么有效的分配，然后每一件事情都让你自己觉得很有意义、嗯，真的是处女座最爱做的事情。因为觉得在每一个不管是工作啊、嗯，还是放假的时候，都应该要找乐趣，要日子要过得开心。真的，那你开心吗、嗯？一直都很开心吗？开心。什么是会让你特别开心？很多事哎，像发专辑啊，还有得金钟，超开心的。真的，真的，真的，超开心。没有，那都是一种作品啊，就是一种里程碑的感觉。对，真的，2017年大丰收哎。嗯，非常非常感谢。哦、真的感谢自己啦，你这么坚持才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感谢我的粉丝，谢谢他们永远在我身边。Sweet， 你永远都会觉得别人最需要感谢，嗯、但应该说是感谢你自己，让他们愿意一直跟你在一起，这、嗯、很重要。就是有些人就可能自己都变。所以粉丝也走了、嗯、那有些人可能在这个地方，你说谁，你说谁我说谁我真的觉得我们还是不要随便在主持人的面前然后随便提一些可能挖洞给自己跳的问题。导播，导播，他说谁，导播，导播，导播，没导播，哎嘿，导播，哎哎，现在说话有干扰啊，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感觉像那个今天凯乐就是其实前面工作很多，然后我刚刚在讲说，因为我刚刚那个在对流程的时候就说、嗯、啊应该让他稍微休息一下，因为你到底人进来哇你就整个就是非常那个电力立刻把它加满，没有，那不是工作模式，就是一种你尊重这件事情的模式。哦、嗯，那时候我们在对来来，当然是因为工作而来、嗯，可是我还是可以感受到你就是带着自然友善的那种来分享這樣子。真的、啊，真的、啊，真的、啊謝謝，你上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一点都不觉得你来工作，啊、就是觉得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就是我就刚刚跟凯乐说，就是要是没有在场那个金钟奖的那个聊天、嗯，就是什么时候才会请到你来啊？没有啦，啊、真的啦，要这样子，真的，我们就是对啊，要这样子。新年就是新年的朋友，就是岁末年终，真的认识了你这个人，真的是很愉快。谢谢，我也是，真的真的。然后今天终于有空好好的写字了。谢谢，对，上次忘了写那个梦想了。对啊，梦想版哎、欸，安大明星最爱让人家写梦想版了。我觉得。像我可以发专辑啊，真的是一个梦想的实现、嗯。可是啊，我们在心情上是，就是你有这么多的粉丝啊，你怎么鼓励大家在这个梦想的路上，然后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些，过程也好、嗯，或是怎么去定义这个梦想、嗯，让自己最容易可以达成这件事情，对，是一个鼓励的状态。对，所以我现在写一些话鼓励你们。一张够吗？写一个论文。对 对, 對，处女座的人有时候比较啰嗦，我在要帮你准备另外一张。够够够。对对对对。可是处女座写错字，有一个人说还有别张吗？所以你准备一张是不对的。你现在先去拿另外一张。而且我很容易写错字。我知道，你看我是很贴心，立刻立马想到这件事情。你写字真的很够职业。谢谢。真的啊。终于让那个凯乐写到梦想版，然后等一下我拿那个梦想版，然后拍个。立刻拍。那我们那个今天在这个地方，就是也来问一个问题，送人家那个拍立得、嗯，好，可以吗？可以。然后我们送3张好了。可以。可以。然后现在开始大家去那个留言，然后我们来问一下凯乐的演唱会是哪一天？这么简单？啊，就是一定要宣传这件事，不然也对。对啊。好，我的演唱会是什么时候？是哪一天啊？
十二月十二号，你好贴心、喔、真的一点点啦、啊、我想说走就是一定要走放水路线啊，我们就是这种人，我们就是没有在怕的，就你只要买专辑才能来听啊，不然也是能够在楼下看到他啦。对啊，你说旧中路上，天哪，那人超好的，他不好做。对，他谢谢你。他是说你可以多写几张，真好，你也太矫情了。谢谢全新哥，真的都是你的旧朋友哎、欸。其实这里对呀、啊，刚刚你入行这么多时间，然后累积了这么多好人缘。然后现在走到哪里都有自己的朋友，就是好像真的出道很久了，走到哪都好容易遇到以前一起打拼的工作，就老艺人啊，老艺人都买这个样，真的，对啊，去菜市场买菜应该有人送你萝卜嘛，就是买葱送萝卜，大概这种概念。对啊，家人应该现在很乐意，就是带你这个到处去走走，你会成为就是家人带出去就是散步走路，然后你知道那种感觉吗？衣锦还乡，然后妈妈带你去街上、oh, 啊，这边打架啦这样子。因为我妈妈非常低调，她不会主动说我女儿是谁谁谁。真的、哦。对，所以有些人看到，因为哦，她也不跟我合照，因为她知道我可能会放到网络上，她就是低调成这样、哦。真的、哦，妈妈好神秘哦。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她女儿是我。那妈妈就是最强大的粉丝。对。对，因为她用这种方式，就是不要让你就是被。他保护我了。嗯，请问一下，今天是几号？三十。对啊，今天是十一月的最后一天。写好了。好，凯乐有点小。不会啊，很可爱啊。凯乐说梦想就是说出来会被嘲笑，就越有实践的价值。哦，这是你的心得，小小的感想，怎么说怎么说。就是可能你的梦想会有周遭很多人会不看好你，谢谢，或者会说一些话，酸民。攻击你，但是不要理会他们，就往你的梦想持续的前进。当然，其实很容易受伤，我知道。我刚刚说当然，当然一定偶尔会受到影响，会伤心、嗯，会难过，会低潮。但是哭一哭，醒来之后要告诉自己要更努力。你，其实我也不对，处女座没有那么爱哭啦。哦，我很爱哭哎、欸，真的假的？因为我月亮是双鱼座啊，真的哦，哦我水瓶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哦，是哦、嗯、啊，啊，真的吗？对呀、啊，啊，所以平均多久要哭一次？哦，没有这个固定的周期，没有固定周期。对，那什么事会让你真的伤心到流泪？感动啊，我很容易因为感动、哦，感动会啦，感动最容易哭，然后就是或是被那个就是。撩动到心里头就比较脆弱的那个点，他、啊、未必是伤心，就是他未必是不一定一定是难过的事情，对，但就是有一种就是心里头很强烈的那种情绪的地方，所以你比较不会被那种负能量影响。负能量，因为我说的是刻意的打击啊、谩骂啊，或者什么、哦，就是网友的攻击、酸民的留言，嗯、真的都会伤害到艺人。但是艺人可以自己选择保护自己。那我选择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我尽量不要去看，我尽量不要去接触。所以你的小编很辛苦，每天把它隐藏、隐藏、隐藏，一直隐藏，也没那么多吧？长成这样子，对啊。你今天指甲做得很漂亮，我现在才看到、欸。谢谢你特爱去做这种彩绘哦？对啊，那今天是什么主题啊？因为是黑蝴蝶，所以做了黑色，然后所以这个做很久，还是多久去换一次？嗯，这种差不多一个月就要换一次。啊，这个是新做好的还是新做的？哦天哪，我们怎么这么幸运，还那带着你的新的那个彩绘指甲来？然后大拇指很忙哎，排列了一些珍珠钻啊，还有一些铆钉、啊，是很多粉丝很爱看我的指甲哎。哦，真的？对啊，所以左右手不太一样吗？那你送一下好了。好。刚好写在梦想板上，让我看一下。酷哎，女生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可以让自己就是装扮的，它是对称的吗？没有哎，不对称。你就是让它就是很自由的在那个地方发挥。而且秋冬比较适合深色，有，所以就做了琥珀。天哪，你人生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叫做高贵的境界。我觉得你选的颜色其实都蛮贵气的，真的。对啊，是一个年轻的贵气，我很喜欢，还蛮好看的。谢谢。那脚也会做吗？脚有，认真你要干嘛？不用啦，是真的不要。我脱下袜子。不要不要不要，像一个那个天后在那边脱袜子，真的我们是成何体统？没有没有。对啊，这张梦想版就终于制作的好开心。哎、啊，真的、哦。对啊，那是他那个、欸、精心设计的，他最爱干嘛写这个、啊？你看他有一大堆、啊，他立志要把它贴满整个那个三立的汤。真的假的？有，我刚刚走经过的时候看到好多。然后他希望有一天他贴满整片墙。好酷哎、欸！对，这是他想出来的，所以这是他的构思。对他一直都想要做这件事，他也是一个处女座哦。然后他就一直想说，人啊，你不要叫歌星，只在聊聊天好不好？这样哥，我说啊，不然要干嘛？他说来唱歌的，唱完歌之后给大家送一点特别的礼物嘛。哦、真的、啊，真的啊，处女座就这样给搞。不是，这
就想要带给正能量给大家。那我们三个叫正能量团队，还不错哎。可以。哎，刚刚讲到那首三人行，其实很特别，就是如果你今天老板没空，或者是谷谷没空，就好朋友就可以来帮你唱。可以啊。对不对？你愿意吗？我你都哦天哪，你邀我，我敢说我不愿意吧？但是好，就是再忙都要去。然后听完这个苦的时候，就是凯特就跟我说，谷谷的部分、啊、对，既然哥刚好谷谷今天又有来，帮你在台下休息一下，看我们表演就好了。那你觉得谷谷的 rap 还是我老板 rap 你比较喜欢？你好机车哦，我刚刚本来想问你这个问题，那我觉得你觉得呢？你说两个人的不一样，风格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想要挑战哪一个？罗志祥的比较难挑战。对，他那个速度很快、不是速度很快而已，他、我也不是说谷谷的人容易挑战，谷谷其实就是有一种比较接近像现在感受上的 freestyle 那种感觉、但是罗志祥的 freestyle 里面有罗志祥的特别的 style、他的味道，所以那个东西就太根深蒂固的强大啊。我懂你的意思，你懂呀。然后谷谷其实是谷谷很多脍炙人口的歌嘛，尤其在最近这段时间，他上次也来过安大明星，你知道他那天来就现场作曲，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对，真的。然后他帮我们写了一个特别的 jingle， 那时候在比较早期的时候，然后他也很大方、然后那天其实我有一次刚好在公司里面也遇到他、那我觉得他其实在音乐这件事情上一直希望在这个时代里面多可以去感染别人，对。然后我觉得你这次可以跟他合唱啊，你看这个画面让我觉得说你们去染头发是有一起去吗？颜色都调好。哎、真的耶。对啊，怎么会那么搭配啊，这难得耶。就是你看你老板就这样臭拽的走过去了，我们真的没有约好我们的发色，可是、就是、然后姑姑就这样，你看像个小孩这样的走过去，就他们就是全是不同风格的男生。那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男生？我觉得都很好。不要这样子。真的真的都很好。那你就讲说两种各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好，谷谷的就是他，你是说他在歌里面的，还是他本人都可以啊？那两种都说，你既然自己开了两个话题，好、我觉得其实他歌词里和他本人蛮像的、就是他是会非常非常照顾女生女朋友的那种人、然后他会把全部的时间都给你，然后你要什么他都会尽心尽力，很贴心的，能完成他就会帮你完成，是，他就是属于默默守护大人歌型。真的吗？我怎么觉得你讲讲不像他这样讲，像在讲我们就是感受上的罗志祥。我觉得我老板比较属于霸气的那种、对，霸气就是他是想保护你吧，就是他不要让你去跌跌撞撞的啊，还有那对很保护，所以他或许没有时间常常陪你，可是只要他在，就是全场他就是焦点的感觉。一定是的啊，他就是个天王巨星的，没错，所以很难选。不用选啊，就是一定是老板、毕竟他出钱的啊。对对对对啊，他这么帮你做这么多，然后他还在那个，你看他 MV 里面帮你画龙点睛，他都用背影。对，真的，他这个感受就是很温馨。嗯，还帮我开演唱会。这里缺了一个什么？然后哎，那我们这样走过去好了。那个画面真的很特别，就你看我们都会看到。对耶，真的好多粉丝都有发现、是不是？就表示说，哎，你拍出来的东西其实是会让大家很专注的去看的。这也象征着这一张专辑一定是会成功，六首歌，然后六首歌，三支 MV。对，接下来三首歌就买回去以后就可以好好的听。再一次很认真的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好吧？我时间给你，讲多长都没关系。好，谢谢。不客气。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黑蝴蝶，它的概念就是想要像黑蝴蝶一样让大家看到比较帅气比较长大的凯乐的那一面、所以这一次的唱腔唱法都跟以前不同，尝试了比较性感，可能融合一些气音啊或梗音，然后也特别找了一个很厉害的唱歌老师、所以希望大家听了之后觉得哦，我有在唱歌上面下功夫。有啊有啊 有啊。对，然后还有舞蹈也在巧克力特别练了一段椅子舞，然后很多粉丝有在学，我很开心。然后除了这些大家听到的主打歌之外，其他的歌也都每一首风格都不一样，然后也是我喜欢的，都是听了会开心的正能量的歌。正能量的歌、就是会让你听起来甜甜的、幸福的，然后都会是有受到快乐感染的歌曲。对，就如同就是把那个 CD 拿出来播放，就像凯乐在你家旁边唱歌给你听。对，在你身边。哦，这也是真的是想太多。我出来啊，不是在我身边，出来啊。真的，那个2017年就剩一个月，这个月你都很忙齁。很忙哎。对啊，你会去哪里跨年？跨年目前还没有确定，但是一定会出现在某一个地方。对对对对对。而且有可能不止在一个地方。但是12月10号一定会出现在 ATT Showbox 晚上6点。这次我们一定要送那个
凯乐签名那个拍立得的题目，对，12月10号。对啊，那他们就开始留言，然后最后让那个制作人来帮你选好了。好。对啊，不然怕太多，然后他等一下，他希望让大家多一点时间。那因为我们现在是等于就是算是节目的录影过程，然后大家有来参与我们的 live 就看到直播，然后后面可能也会再看到节目上。我们那个留言的时间就到明天早上好了啦。对不对？哦，真的吗？好啊，对啊，这好不好？好啊，不要上12月10号，怕太多，到明天就好了。好，那明天早上他上班，大概9点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参加好吗？我跟你讲，然后我们的长官都来看你了，连他副总还特别，真的，副总好，是我是凯乐啊、哦，对对对。然后现在网络上12751，哇，就是不小心又多了一点，真的不小心又竟然看到了。对啊，因为你有正能量嘛，谢谢你是正能量磁铁。好像蛮帅的、欸、很棒啊，为什么不？对啊，我们处女座最棒了，我都说处女座是全世界最棒星座，是不是这样子？啊，你是处女座代言人？我本人没有当代言人，就是我们两个一起，我们一起代言，然后还有那个制作人啊，也是代言人。当然啦、啊，我们要精心制作一个最棒的那个网络上的节目，然后透过这样的传播，然后让大家更用不一样的方式认识他们心中熟悉的艺人。哇，真的，因为没有啦，对对对，我们初见面，然后谢谢你每次来都愿意跟我侃侃而谈，没有没有，应该的。然后你都带给我们更多就是想象之外，就是可以碰触到的话题，然后你永远这么大方，嗯，希望就是可以一直让你有这样的那个情绪跟氛围的保持，会，你的粉丝一定会越来越多的，谢谢。怎么办？谢谢，你会爆红哎、欸。你好像塔罗牌老师、喔、没有啦，塔罗牌老师，我就是一个温暖的人。对，你是真的，你也是啊，谢谢。我们都是，我们都是。你现在一身红彤彤，然后其实心里头超热情的。他希望在那个快乐的岁末年终，然后让大家透过那个他的新专辑、我的新专辑、我的新歌，希望带给大家除了不一样的感受之外，也会让你觉得听的是好听的歌。真的，我们真的要感谢你的老板呢、欸。如果你没出张新专辑，这群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等到你会来。哇，谢谢。你看这边的人都没有下班呢、欸。他们很认真在工作。那这边那个本来在偷看你的人，不知道跑去哪里上厕所。他是下班了。他没有下班，他东西都还在。他喝完就没喝完的饮料还在桌上。他应该去跑一些其他那个工作上的流程。哦，真的、啊、辛苦。不辛苦，不辛苦。看到你，大家都快乐。然后今天的11月份最后一集的安安大明星，很开心请到你。我们那天还在那算说，谢谢啊，凯乐来如果刚好第100集的话，也还蛮不错的。啊，现在是几集？今天我忘记了。90哦，对啊，办100集你要来玩吗？100集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什么特别的 party 吗？啊、你要来吗？看看是，还没有想到，你不要逼处女座，他说你现在实在想了，他本来都还好，都很 take it easy， 然后现在突然之间他整个就纠结了。是吗？是吗？哎，如果100集，我们去你演唱会好了。哎、欸，真的假的啦？可以吗？可以吗？哎、欸，如果刚好算一算，12月10号，真的可以去吗？啊，当然希望啊！啊，真的吗？就在后台那边等你这样子。谢谢的啦。就是加一下这样，你 OK， 我们可以讨论啦。好，谢谢啊，是这姐的，谢谢啦。真的可以吗？好啊。就是后台直击那样子。好啊。你愿意哦？独家吗？啊，应该还有你家、啊，你家那么多。不好意思，还有自己有自己。对啊，我没办法跟你保证。不会啊，没关系啊，但是一个很特别的约定啊，因为看到就是。你在后台就是可能就是从容的样子，没有，我不会从容，我一定会超级无敌紧张。啊，好难得哦。嗯，不然这是一个蛮妙的想法哎，我们来想想看，然后跟你的那个好讨论一下。好啦，谢谢，一定要成功。好，然后专辑一定会大卖。谢谢。当天来抽签的人一定会爆场。来吧来吧，拜托拜托。对啊，然后那天就像跨年一样多。好，那种感觉真的很好。我加油，一定很棒，然后就从现在开始唱到尾牙，唱到春酒啊！对对对，很多那个谢谢厂商的邀约，他们应该是期待的不得了。希望到时候跟你们见面的时候，你们可以热情尖叫。要要要，你还要帮别人那个争取更大的福利，凯乐都到了，要帮人家就是要红包，一定的、啊、加码什么的，就是对，就他们就想说你就是老板这样子。哎，你有什么那个加码的秘招吗？因为我以前每次主持尾牙的时候，啊、我都遇到非常好的老板，他们都很愿意加码给员工。应该是大家看到你心都会变得特别的柔软。没有没有没有，所以我每次就是一说加码，老板都二话不说就答应，所以我没有什么秘招。就是你就是一个加码小天后，就是很幸运，也是这样子。大家持续留言哦，12月10号是我们今天的答案，就是凯乐在那个 ATT Showbox 晚上六点钟办了一个那个凭专辑入场的那个凯乐的演唱会，演唱会的名字叫做，哎、欸，对耶，就是新歌演唱会。你看是不是？他们说不要乱丢问题给他，他会纠结。
不会啊，就帮自己想有什么关系？黑蝴蝶新歌演唱会应该是。好，那就是希望就是你看他回来，我就跟你说他还没下班。哎、欸，真的？对啊。你去哪里啊？管很多，还管人家去哪？不会，他很受到。Dikido、欸。他问你 Dikido， 你还不回答他？难得有人问你哎。你去哪？哦，厕所。真的，难得有人关心他上下班，他现在突然整个很害羞，然后我们还特别拉背。他今天是最幸福的人，他被你点两次，所以那个戴帽子的不开心。你要不要跟福生讲一句？福生，我没有忘记你哦，福生。福生，福生好害羞。福生害羞了。对啊，12,327人的线上人数，然后希望今天就是凯乐的能量可以是这个的数百倍。对，希望这那个快乐的氛围可以感染你们。真的辛苦了今天一整天的工作，然后最后一个通告来到今天来到安安大明星，很开心。希望那个你的演唱会在所有人祝福之下非常的成功。好，你需要全场给你掌声吗？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没关系。真的啦，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就是啊还没、哎、你看他永远关心你还没自拍，我真的忘记了、好，就故意拖长时间的啦。对，我们要留下那个自拍、你可以拍几张都可以。好，那就拍到你开心为止。这是会放在哪里？放在那个三立新闻网帮你做的一个特别的那个，刚刚那个会长帮你拍的是会长的，然后这是你自己的，就是这个就是摄影就会写凯乐，好酷，那好好拍耶。好，你要认真拍，然后还要跟你的专辑拍，然后还要跟梦想版拍，是不是？然后这个画面网络上大家都开心，他们自己截图，哦，好开心哦，梦想版梦想版。自拍有什么秘密吗？怎么拍得漂亮？真的哦！自拍小配包教大家，就是你拿手机的时候，你不能这样直直的拿着，你要有一点这样微扣，你的整个脸型会变得比较小。我帮你拍张，一二三。因为你这样子平平的话，你的脸会变得比较平面，然后你只要一往下扣，你的脸整个人就立体了。真的吗？那我们两个再拍一张。好。啊！我不小心关机了。抱歉抱歉，没事没事，关系好密码。哎，他小孩，好可爱、喔。对啊，哎、欸，过来上班，快点啦！他关机了啦。我们看有没有像，有没有像、欸？哎，对啊，长得好像小婴儿哦、喔。真的啊，那还像小婴儿、啊。对啊，他是谢谢谢谢。对啊，我们在教自拍的时候，竟然给我关机，这很有事哎、欸。抱歉抱歉，没事没事。一二三。有了，这样你会吃亏吗？你在前面，那我帮你拍一张。我没事的。我们就是一个自拍，一直玩，这样吗？扣这样吗？因为我觉得你脸变比较立体。我觉得你很美。谢谢。啊，我就还好。没有，你也是帅哥。啊，还好了 ，OK 了，过得去而已。但你真的是漂亮的，就是一个无法无天。你真的是我爸，你一定是我爸。谢谢你来，谢谢，真的很开心，真的很开心。对，2017年凯乐来两次，然后每次都让三立新闻网还有看直播的人都非常的开心，他们真是真心期待，真的，真的啦，谢谢啦，他们觉得就是很愉快。我跟你讲，主管都没走，仙女也还在，她就是仙女，现在就是不敢看你。谢谢仙女，真的很仙呢、欸，仙气是不是？对啊，仙气逼人，有没有？比仙玉仙还仙。我真的觉得好仙，他都不知道要不要开心。真 的, 真的漂亮，有啊。然后刚刚副总也来，然后仙女也在，他们本来都是应该是哦，要下班了，对啊，就是开完会就可以回家了。谢谢凯乐，对今天的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期待。因为你会带来快乐跟带来很多正向的幸福感。谢谢大家，祝福你的那个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越来越好，因为你好，喜欢你的人就会跟着好，所以你的好很重要，对不对？我会加油，不只要加油努力，而且要更强大。好，真的好，穿白纱的那一天也要来安大明星跟大家讲一下。还有结婚那天啊？当然啦，不可以吗？可以啊，对啊，反正 你公司同事都在忙啊，不然我去当婚礼主持人好了。哇，有这个荣幸。哎，我们先 Q 好啊，就是你要愿意耶，当然啦，这比之前那个承诺还要更久，还要重哎，对啊，真的，可以吗？好，就是没关系，如果当天很多人想要主持，你就分配一些工作给我就好，看是哪一 part， 就是你看分几个阶段有吗？红毯啊，然后哪里啊什么，我就想说你认哇，谢谢啊，对啊，因为搞不好你会去海岛或哪里，我就可以飞出国，感觉也不错，我还没有
还没想过我的婚礼会是这样，但是我们就先做这种约定，感觉也是蛮好的，就处女座的一种特别的情分。好，哇，这真是今天许下最大的愿望。好，那你大概预计什么时候要结婚？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没关系啦，就是幸福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你就自然会成为美丽的妻子。好，还会成为你心目当中想要成就的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但你依旧还会是在我们演艺圈当中大家会一直喜欢的女明星。谢谢，谢谢凯乐今天来安大明星，很开心。凯乐来了，然后凯乐要下班了。对，大家拍手谢谢凯乐好吗？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祝福凯乐，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大家晚安，下次见，拜拜。